吃了之后，先看一下这个球，有一个是台在内侧的，一个台在外侧的。先固定这个玩偶，灯线从玩偶中间穿过去。这个玩偶和这个管子距离大约就是3到4公分吧。放在这个球上，把这个线绕一下，放到这个球里面。这个球装好之后，然后把这个管子套在这个接头上。我们都是这个送这个胶水的502的，如果担心开的话，可以在这个地方点一滴那个胶水，这样粘得更牢。然后这个下面的话，最好是用这个透明胶带粘一下，两边粘一下。